高亮同志，这一次表演的不错，有功。就奖励你坐跨斗吧。这叫什么奖励？这是我应该有的待遇。像我这种领导级别的人物，我觉得这个位置还是留给女兵。你坐这儿太危险，下来，快下来啊！ 你唱斗笠走，这边安全，这边舒服啊！这种危险的地方留给我就好了。不用管那么紧，松开，我怕你给我颠下去。说吧。 抖音。